好，咱即马对即个二十六页吼，这段搁再念一遍，因为即个要互写段，要互当片头联下。迄、那个佛处温和如是，处地说处是为处。吼、哦，为诸菩萨有诸法因，吼、哦，要先善意，弘有缘起，应得善卡。处乎有缘所生的诸法，应善吉祥。善人万里，正业顺减，二边各国。处乎如是，善修菩萨应正通达，善所处相，令众诸众心得解脱。处乎通达所得相意，善加行为，六波罗蜜多由正得果，应经圆满。正相意愿得清净果，处乎清净意愿所摄六波罗蜜多，五十地中分分差别，应勤修习，为要经三大三无所大劫。处乎有三菩萨所学，应令圆满。既圆满矣，彼果涅槃，即无无上正等菩提，应现等正果说，十处如是，处地，处中说一切大乘，皆得究竟。哦，啊，咱即马在讲到即马要讲迄个啥呢？迄、那个个处，哈、哦，来翻过来。现在等下，咱头摆看一下哈。即马就是六波罗蜜多说明，哈、哦，比入因果体，就是以这个标题起点在讲比入因果体安尼，这里有第四。哈、哦，那么这个就是伫迄、那个。伊即马即内容嘛吼，即内容就是差不多读个遐。啊，唔过即个主点、即、這个标题、起点即吼，就是十八页。吼、哦，十八页你甲看一下吼。十八页就是即、這个进两三本论的论文的第三条尾啊，六波罗蜜多说明比入因果体安尼。啊，像即个六波罗蜜多说明比因果体，就是咱差不多读个迄段。会几句搁再标明出来呢？吼、哦，后来即马看哈，这个比入因果体流第四，所以我咧讲哦，要听这代上一定要真注意听，真用心听，啊，袂使后袂去妄想，啊，听到哈戏啦、目油，我甲你讲，你拢听无？你伫遐加坐啦。啊，想讲啊，到一个道庄严，我咧讲哦，无啥必要。既然有来，爱实际。啊，有诶是讲不要紧啦，恁来斗庄严，我无遐侪空位，互恁斗庄严。安听无？恁有来都实在。啊，若无人要听，伊也收挂开不要紧。啊，若既然要听，恁都要注心听，安尼，吼、哦，爱注意哈。所以即马来吼，即句因为会当善卡通达，迄、那个所依法诶实相。所以所知法，吼、哦，要知影迄个法，一切法的实相啊，不过是修习世间的假行为。比如讲，咱即马唔得别讲诸法，一切法，你要知影这一切法到底伊实相是啥物？吼、哦，当然迄个涅槃的本相嘛，吼、哦，就是迄个完成性嘛。但你要知影这个唔过缘起的呢，而这个色空非有。色无空非有，同一体性，你都爱了解这个，因为伊迄个相吼，虽然讲有缘起的生，唔过伊本来是不生，缘起的灭就等于不灭，所以生而非生，既然生而非生，等于就不灭啦嘛，所以叫做灭而非灭。那么这个诸相，一切相内底哦，吼，伊的实相所知法的实相，不过是一定爱先修习世间的假行为。你今仔日拢讲讲无修啦吼，拢讲无修，你绝对唔捌，你拢无听也捌，唔过听就一个修，因为叫做头前讲修学修行嘛，也叫做文魂修嘛，吼、哦，所以真内底讲一定爱世间的教养，但是包括六波罗蜜多安尼，六种的这个波罗蜜法，那么这里多是波罗蜜多是叫做究竟嘛吼，唔过咱即嘛是暂修中。事实讲是还未究竟，
不过你无修真啊，袂使真。你今仔日若无修吼，都无姻缘，我不骗你。那像这个经典中讲的嘛吼，六波罗蜜多就讲，你今仔日若无布施，世界忍辱精进禅定，佫袂信。啊，禅定无失智慧就袂生嘛。啊，所以你要修的中间这个界，我就讲由布施起嘛。啊，布施起来佫修界。啊，修界来，即马你就爱精进，吼、哦。啊，得个修忍辱行，啊，即马来精进，啊，佮达到心的一种稳定，心稳定了，智慧开开安尼，即、這个叫做加行位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若拢都唔修咧，啊，当然你今仔日佮在安尼完全借助咧，啊，得爱困咧，吼、哦，啊，等于佮分担一个，你要得甚物法？我问住你要得甚物？没有啊，所以即个叫做六波罗蜜多，就是加行位安尼。哦，啊！你讲今仔日伫应该有诶，即个本分，甲你本身应该付出诶，应该做，你也毋做，当然无效啦。吼、哦，到时讲也嘛无得到虾米物件，所以真内底较讲，一定爱加行为，吼、哦，下了菩提道，吼、哦，一定爱注意啊。所以，但是初证正常意外会清净得多。吼、哦，你都爱真欢喜哦，意外就讲，你诶心已欢喜，啊，去修了菩提道。唔免人甲你讲，那得人甲你讲，啊讲嘛有计讲啊，定定嘛计讲啊，啊但是你有欢喜做无咧？啊是讲听听的，即天听即天放好无去咧，啊当然那关在我行我素，安尼我咧讲，你得法困难，我无骗你，得法绝对真困难，咱别人听有你听无，吼啊别人要做咧有勇气，啊你咧你无勇气，吼即点就意外吼，所以意外就讲真乐意。啊，真清净心，就讲无杂念心。啊，我都布施，我都布施嘛。有需要我都布施。啊，我戒律十善戒都修好。啊，我忍辱行都爱修。吼、哦，啊，清净心都爱行。第一，就自度清净；第二，度他清净嘛。都一定要学而不念，而搞不惯。吼、哦，这孔夫子讲的啊，了解不？啊，但是你都爱知哦，该布施爱布施，修戒爱戒好，人伦道德爱顾重。袂使讲你有啊，你要听讲，不过人伦道德要顾足啊，安尼袂使啊，吼、哦，你要注意啊。你有一个家庭，有一个爸母，有一个其他的这个个工作单位，吼、哦，你搁做到红，甲你嫌啦，那就讲扶不扶，住不住啦，不对啊。恁家己看恁有落实了无？啊，唔通讲输讲两句啊，吼，你特别张啊，你想啥？我怕人說在修什麼，不能說師父沒說，你們說師父跟我說什麼，也不可以這樣子啊，你們就誹謗師父，你們的罪很重啊，我本來我就沒什麼愛說話，我怎麼會去說你們什麼，不會的，我本來就沒什麼愛說話，我有正當的口和民說，不然我，連我開會我都不愛，你想看看，你們自己有修沒修，你們自己要檢討自己看看，我連和你說話就沒什麼愛說話了，跳开星期三，自己讲下这话，佮用啊话，佮讲个闹心路用，累积精神来徛在讲台顶讲个好上要紧。啊，你绝对袂使乌白甲讲，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六波罗蜜多哦，你都爱一定彻底。啊，你戒律内底是包括啥？包括五戒十善戒啊，对不对？诸恶莫作啊，众善奉行啊，袂使妄语啊，啊，唔通妄讲者，就面相皆变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袂使讲事都无讲，安尼佫讲安尼，安尼就你就足，予我足失望的，安袂使真。这是最基本的啊，你来做出来，吼、哦，因为这个是牵连到正常人，也叫做假行为。啊，你有去听咧？啊，到底现切身的代志，恁到底有啊无？都唔知影。啊，有阵啊，旁边就听一寡恁的家庭的问题，安尼讲，偷对家来，我嘛，哎呦，我该安尼。要不，不可以这样子，哈、哦！所以进来得一定按照波罗蜜多，才会当正常意哦，清净的得到。今麦佫再来哈、啊，但是袂当以此为止境，唔通讲我有继续六波罗蜜多对啊、哦？听无？因为这个烦恼有一种叫做初世迷现嘛，听无？好、哦、啊，你分担好啦，今麦你骨力啦，啊，你骨力是偌济叫做真正骨力？啊！你外界叫做用功，
好好听好无？这个人真仙是外界较叫做仙，是这个有老的吉祥仙，还是达到无老意哦？安尼有差别了无？有啊，对啊，吼、哦！恁做好好的标准伫第几只？初地菩萨嘛是好，二地菩萨嘛是好，三地嘛是好啊，顶降嘛是好啊，佛得弯角六波罗蜜嘛是好啊。啊，这样就行。咱的心境伫凡夫未来，底你有寸功寸进，有直直直讲要意讲，我伫这个初，啊要达到细微，细微要达到微密有无？因为这个境界无同啊。哦，所以内底靠讲，应该更进一步去成就圆满世间各位的清净。哦，啊，你今日就要修个圆满清净各位，有啦，你有去布施，孙公有去布施，啊，恁有去布施无？我心里知影。啊，不过布施你持有，还是应无所住，听无？持有甲应无所住，这境界两回事呢，听无？有就是有老的福报啊，会阁消灭啦。清净即个个三轮体空，应无所住，即、這个才是佛位的因果位因位呢。吼、哦，一定要注意这点。世界有哪爱达到应无所住二世界？吼、哦，应无所住二怎样？本来就安尼啊。吼、哦，啊恁即个代志法义上甲恁讲，恁家己有个例行实际有无？吼、哦。内行实际中间的由粗而细微啊，恁来注意这点嘛，吼、哦，爱注意哦，吼、哦，所以今来个大家达到出世间的各位的情形，啊，叫做正常以外。但是正常以外，这个普遍都说正，迄、那个叫清净正常以外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欢喜，我修了普罗蜜多，真欢喜，唔过心无杂念啊。这个叫做清净因哦，安尼才会当正常哦。安尼含这个佛法未来成就，才会落实安尼。这是事实的代志啊。哈、哦，什么人叫我讲？无啊，无人叫我讲啊。就是这个正常因种顶流嘛。啊，正常因顶流，我就怎讲？伫经典中佛陀甲咱讲，你要安怎样做？啊，做我就做嘛。啊，唔是求什么名闻利养啊啦。好、哦，啊，即话咱做哪安尼？好、哦，有那一定爱寸功寸金。好、哦，唔过你爱欢喜心，唔过该做爱做出来。袂使讲你有去听经啊，该做修修袂起来，该行修袂起来也无对。好、哦，即点爱做注意哈。所以内底吼，迄、那个清净净相意哦，原来整个名词不过是加一个德字安尼尔。好、哦，你就是继续努力。哦，纷纷正相，自自然然，境界如观的如色味。啊，迄、那个所在加一个德袂要紧，事实是德无所得故，才会当达到菩提萨埵嘛。好、哦，这是心经讲的啊。啊，你唔通讲真正有一个德啥，你若佫一个德啥哦，安尼伊个唔对。啊，但是要甲讲无德嘛唔对，安听无？无德那唔对啊，实在有德。啊！但是所以叫做空与非空，吼、哦，要得啥？得无所得，得迄个无所得，无所得是啥货？就是圆满的意思。因为圆满无得到啥物，因为圆满具足，你的本来有诶，就显露出来，显现尔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进来这吼、哦，但是读起来就好像就成了两件事，但是意义奥是以欲性改为体，因为这个意义奥叫做啥呢？叫做欢喜心。吼、哦，欢喜心呢，就是要予你达到殊胜的解脱，也是讲殊胜的了解。啊，那么你若讲殊胜的解脱吼，为主体啦吼，你讲修学是修学安尼尔嘛？吼、哦，修学安尼啊，但是正常是中有力的意啊。你寸功寸进，该认做该去做，自自然然吼，就达到不退转，不退转了后，搁直直起哩，直直起哩，吼、哦。因为我较注意讲一个，总是指这地藏菩萨有十信位，较足行十住嘛吼，啊十住较足行十行，啊十行较足行十回向嘛，啊但到十回向是地藏菩萨，不过你爱搁定地，定地较搁有一个四加行跟四心主观，安尼算不是正常？啊你今日若无力，啊你听到有加听是无唔对啊，
不过该修该做你都不拢无，安尼你哪有正常？有啦，这一挂学生嘛，但是你无落实，安尼袂使啊，真正爱落实，吼、哦，安听无？我跟你讲安尼，互你反复去思维，无食饭无性命，啊，我有性命就是为着要食饭，吼、哦，这个都不对的。你一定要有一个真理想的目标。啊，这个真理想的目标，你得由学而知，唔过由行而完满，听懂吗？系啊，哎，安尼啊，无你还知影？啊，你八都八的听听，你都无要行。安尼长期就行，你今生也是糊里糊涂过去哦。哦，啊，你要得啥？没有啊，无啊，无得到啥？吼、哦，这是跟你讲，安尼是一种的因的，吼、哦，你就是无加努力，但是你在人道上。你是不是有达到你做人道的责任？这个嘛是有考虑的余地啊。吼、哦，这点要做注意。所以今麦来这个，这个个正常的强有力的字，这个就是对付乱，有一种强有力的信解啊，甲需求。信解就讲我绝对无怀疑心，啊，无怀疑心，我有哪要达到幸福的道理完全精通了，我要达到幸福安尼。这个叫做希望求得。我希望我将来成佛，不过我要将来，我要爱成，我伫因地我爱落定嘛。因地就菩萨因地，菩萨因地我爱求得六波罗蜜多。六波罗蜜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达到道彼岸的解脱，道彼岸的实证。这是讲安尼，而且恁是听做在边啊呢，唔是无去听呢。哦，有诶，我嘛听起来。安尼乱算乱算，安尼买有哪无咧安尼？有啊有去听啊，但是都无落实啊。吼、哦，这个就是家己吼、哦，我甲你讲，你家己去判断，吼、哦，家己怎判断？所以你即马种强有力的信，加含伊叫这种的意念哦。吼、哦，只要对佛法，对佛法，你真正有正信啊，甲正行，所以问题就出在这两句。你正信成佛的法，迄、那个叫做正信哈。因为重要这十点的问题，是给讲你如何走入大乘，啊，通够达到成分嘛？对吼？对哇？啊，但是现在这内容跟你讲了，你得安怎修？有啦，有去听啦，但是你有去修无？这个行就是修啊，吼、哦！一种心理健全，就对三宝绝对相信，对成分安怎又走出这条路子？这个叫做正行正行。哦、所以这个就讲，只要你对佛有正信正行，拢总有。不过在家行为上，有哪有分别？分别心相应。比如讲，你今仔家行为，啊，你努力有几分？哦、啊，你到底这个家行为这个点重点，你去放伫倒一只？哦，敢有分别的心相应哦。但是我即马甲你讲，你若今仔日有道教相应道教，感应道教。好、哦，即马咱来个用道教先讲。好、哦，这个道教就讲我今仔日哦，佛法都安尼讲，啊，我即马照安尼，该入到佛法入面，入到佛法入面了，就是含这个诸菩萨，含佛道，叫做道教，安听无？已经这条路甲行入面，安尼叫做道教。安尼来就是相应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冥想内底有一个叫做感应道教嘛，对吼、哦？所以我咧讲哦，你呐以五心，以佛心为五心啦吼，以菩萨心为五心。啊，你即马用菩萨心为五心，你当然是照菩萨道路去行嘛。安听无？啊，这样自度渐渐，你行入去了，你都含诸菩萨、诸佛祖，拢总共一体性。共一体性就是讲，佛心为五心，五心为佛心安尼。安尼，这个自然和这个宇宙的空理吼，就相应啦。
啊，但是相应了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要求啥有啥，蛮感应的哦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安尼跟你引住，你都听有啊。好，啊，有的根本求无嘛。我去跟你讲，这笨蛋人，到时间到，你若代志有发生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求啥，我跟你讲，你都要考虑求无。我讲听无，你有去听，但是你都无实际，你那求有？你就是含混无得到，你那就连你个人的问题吼，业障现前，我跟你讲，你都无可能解决。我不骗你。哦，啊，那讲你今仔日都用佛心做你的心，你的心真佛心，这个叫做得到。你起一个念都有啊。哦，你若有你个人起一个念都有。哦，这个叫做感应。我跟恁在文大人讲好些嘞。难到时间到，你讲输甲回用甲回用，我袂惊。别人回用会惊，谁那你回用袂惊？吼、哦，戒律若具足，你甲佛祖讲一下，三根香就解决啦。你的戒律具足，你的戒律若是无具足吼，凡这输甲你回用，回用袂惊。因为问题你的问题都大条啊。吼、哦，所以你若会当用佛心做你的心，啊，你的心变做佛心出来。当你入菩提道，就纷纷直直达到无上究竟，这必然的嘛。哦，今来这是这段就可能讲安尼啦吼。所以今来这个讲，不过是伫家乡未来的温暖分别心，分别心无唔对啊，因为你阿个今仔日，佫是伫个修的人尔。好、哦，唔过你无这样，你佫袂当幸福咯。这熟悉的金刚经佛陀都讲过的嘛。你不是说幸福是我五人，是有哪按照菩提道行哦。这在金刚经这个后边遐都讲安尼吼，所以恁对菩提道吼，莫讲安尼当作是无啥要紧，我不骗你哈。因为这个是较是促成未来成就佛道，这因地应该修的物件。有啦，你有发菩提心啦，吼，但是你有去行无？你有发四方誓愿无唔对啊？你敢有真正有菩提心？吼、哦！啊，你若是有真正有菩提心，你得爱真正修菩萨行出来，才叫做有菩提心。你唔能讲有啦，我有迄个心，有迄个心，你就无去行，哪有迄个心？有迄个心，就是有去行，听无？我有心无？有啊！我就是有迄个心，我唔看到逐礼拜安尼走啊。好、哦，啊！恁有诶讲有啦，人我都有迄个心，有迄个心，你去讲空话咧，有迄个心，你讲互人笑诶呢，人会感觉你幼稚的对啦，无成长，恁着家己爱家己见笑歹势啊，听无？吼、哦，啊无唔对，六波六米咧，即个家庭有分别心这问，但是安尼还阁无达到清净，因为迄个清净着头前讲欢喜无杂念心，着讲应无所住啦，三轮体空迄、那个。迄较是究竟啦，但是较入地以后哦，较会当含迄个无分别心相应哦，爱注意哈，安尼较叫做清净。啊，咱真是拢还够分别的啦，吼、哦，听好无？唔过迄个还够无达到三体空，无达到应无所住，无达到净心甲清净德，吼、哦，迄熟悉的啊，爱知影啊，吼、哦。现在下面我们再来讲第五条，菩萨十地说明比因果修差别体，这样、哦、这条就是头前说不要再显、哦、这个因果差别体第五、哦、虽然有个修出世的各位、哦、修出世的各位、哦、就是因地里的私人有个修到尾就成就果啊，出世各位当然有两种，一个叫做二乘，一个叫做大乘。不过这个所在是给讲大乘，因为这段我们给讲大乘，吼、哦。但是一定爱有清净意哦，来入六波罗蜜多安尼。就讲你欢欢喜喜去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安尼，欢喜去做。好、哦、啊，那么注意你嘛要安尼啊。你尽你的本分，但是你第一戒律你袂使阁缺陷，吼、哦，由真初的啊修得细微安尼，吼、哦，唔过会记住咯，吼、哦，六波罗蜜多，但是伫十地中哦，
十点到初地至十点嘛吼。菩萨所修的波罗蜜多是分分差别，因为这个分分差别就讲每一地有差别，地地差别，分分差别吼，地地差别，啊。每一地吼都有差别。安尼，叫做分分差别哈。这个是讲安尼啦，起一分的无明，哈、哦，初地含二地必定无水准无同，二地含三地，二地是不如三地，三地不如四地，四地不如五地，十地不如顶角安尼。但是顶角不如弯角甲秒角，这个叫做分分差别。唔过，由这个十六波罗蜜多达到这个十皮波罗蜜多，吼、哦，这个都过去捌甲咱讲加一个观啦、力啦、方便啦，吼、哦，这个都甲咱讲过啊。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这个是讲安尼哈，所以今来底甲讲分分差别，就是所以爱伫十地中啦吼，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安尼。来，我咧讲吼。三大阿僧祇劫之劫，虽然讲无量数，不过那叫做功德量，哈、哦。所以我有甲注意讲过，你要用功吼，用功，你一个人要做两个人工课，还是一个人连一点仔工课都唔做，这个一点仔工课都唔实在，迄个人三大阿僧祇劫敢会成？我讲听无，敢会成？佛陀安尼讲啊，敢袂成？啊，你若讲一个人会当一世会当做五世，安尼迄个阿僧祇劫是要算偌长？一世会当做五世工课？安听吼，有个人是一个人哦，一天的生产量哦，赢过十个人。啊，有个人一天哦，无半点成绩通好生出来。安尼你伫个代价差偌济？佛陀是本身给咱定一个标准，哈、哦，定一个标准啦，哈、哦。这个地藏菩萨，哈、哦，地藏啊，哈，到正无相法，地藏到地上，得到地上，安尼多第一阿僧祇。好、哦，啊！即马伫地上，伫初地，到七地哈，安尼多第二阿僧祇，安尼哦哈。那么七地到妙觉。安尼多第三，这是佛陀本身啊。不过人佛陀吼，伊修难行道呢，人要读个读个好伊呢，人要骨髓骨髓好伊呢，听无？人家诽谤伊也无讲，伊也无讲啥。迄、那个提婆达多安尼无量劫伊安尼个糟蹋个要死啊！无量劫呢，啊是安怎开安尼？因为提婆达多就是过去伊的师父啊。伊就是佛陀做善，做国王的中间有共讲，伊叫做国王讲，什么人，那会当甲讲妙法莲花经给我听，我要写给国王，愿意来做一路仔，伊甲服务一千年，先苦好做伊阿济，好困，好创啥，看物件看较好，好一千年咧甲服务呢，安尼服务一千年，你敢知影？甲伊促成伊早成佛了。过来给伊糟蹋，迄、那个阿叔先人较来出世做提婆达多，安尼佛陀三大阿僧祇呢？咱叫烦恼变怎？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劫是有时间的，吼、哦，这个劫唔够，甲你注意讲过哦，这个劫，吼、哦，有时间的生还，时数了哈。哦
啊，公定嘛。洗手甲公定哦。啊，你今仔只暖暖那边那，你要讲讲三只啊，三只阿正机器，我甲你讲，反正啦，阿正机你收袂起。迄、那个伫提婆达多品哦，这个文殊菩萨在梁江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讲无所处。迄、那个梁女听到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即时兴奋，安尼要讲几件。梁女刚才听到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即时兴奋安尼，安尼你要讲几件？就想看卖，所以用功的人。含无用功的人，恁爱家己讲哦。恁要修偌久？恁唔修唔落实人生的这个实际，无落实学法的这种本定本事，因地该修的，恁要修几件？我不骗你。啊，我今仔就安尼要修几件？吼、哦，大乘起信论头我讲的啊。你要入到十信位故作完本，要修十千劫呢？十信位啊，对吼，十千劫是要修一万劫呢。迄马明菩萨就定个标准安尼啊。啊，所以这个阿僧祇吼，事实甲咱讲，这实在是不定数。我甲恁讲过，看恁要努力唔努力。你今仔日日啊拼，明啊拼，阿袂听阿袂修，哎呦，你时间就真紧啊！有啊，你要听啊，但是伫这个个大家共同要做的工作，你若无要斗点动，我讲了门都没有，三大阿僧直接免想，我得甲你判官，判官，互你担任得看看销量，安听好无？怎么可能？啊，你昨天袂使讲，今仔我若来到处轮，我是反正我嘛是富量啊，三岁啊，我嘛开无性正无性法啦。我咧讲吼，笨蛋人，阮有笨蛋的个啦哈。好吧，爱知影，你即马无落实，到底你未来去到倒数轮要听什么法？我那是听听家家尔啦，吼、哦，爱家己注意啊，吼、哦，你那乱乱乱算乱算，那有可能？吼、哦，所以进来得较讲安尼哈，即马会记住咯，一定十地中吼，爱经三大阿僧祇劫，去勤用修心呢。有一挂笨蛋人，我老爸老母都有计较饲的就好啊。啊，老爸老母若死咧，啊，无通接着来做乞食，啊，做乞食啊，都分无得来跳楼安尼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合法的人呐，行间实在是悲哀呢，你敢知影？我无骗人哈，家己爱找头路，爱找头路，吼、哦，这点爱出。所以进来得甲家人讲安尼哦。真来，你讲一定要勤用修持，甲去获得菩提彼得的究竟圆满。究竟圆满第三，福果完成。哦，所以佛陀甲无数劫拢讲，人要爱骨髓骨髓好伊啊，布施啊，爱帝王帝王好伊啊。哦，你要爱目睭目睭好你啊，是安尼呢？听好无？安尼敢有法度袂当？我即嘛无法度啦，我讲真正，但是我若用全新的生命，我无来浪费，彻底做我本分的工作，应该我都无对不起佛陀啊，听吼。啊，所以今仔有这个因缘，咱大家有这个因缘，你该修爱修啊，爱落实就菩提道啊，哈，唔该会当提升。啊，今仔啊未入地呢，爱怎样呢？啊，佮伫喺这个实心为中，反正你。迄、那个信心主嘛，毋知建立未啊？吼，啊你无建立，就等于你今仔无落实嘛，无落实听也无落实啦，该修你也无去修啦。啊你无来，就甲你加强。啊，若有个人是培养袂起来，迄、那个筋都软软，都无法当培养，压水嘛无效啊。拄一丛安尼求求，不是就求求，安听无？我有伫遐个压手啊，吼，啊甲施肥嘛无法度啊，嘛是求求啦吼。啊有计甲压水嘛是求求。迄、那个火发展袂起来，啊！这人道的众生哦，有计行嘛是求求，啊，有的是严谨无性安尼，因为伊文化了，伊了解，伊反应真紧啊，哦，啊！恁看求求的，也是迄个无性直直发展起来迄款。来哈，
即嘛勤用修心，以求得到六波罗蜜多的究竟圆满。即嘛下面即句三经上行，就是头前十八下去讲的，迄、那个叫做菩萨如意说明初中正常解体。即、这个是叫讲戒定慧的戒。即嘛第二修炼开摩虚空中定诸三摩地说明初中正常心体。好、哦，即头前十八下讲的。第三，因为即个讲三正常哈。第三，无分别地说明初中正常慧体安尼。啊，所以即嘛即内容就简要，譬如讲三正常学的第六、第七、第八有讲，哦。这个诸菩萨在这个因果差别修中，因为个人个修无同，古来来甲文段无同哈，吼、哦，所以对于正常戒学、心学就讲定学啦吼，安怎吼？甲慧学，这个三项菩萨所学的，应该勤用修行，互伊较紧圆满安尼。吼、哦，这是讲安尼，所以戒定慧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不是给讲讲安尼，啊，我都捌就好啊。好、哦，有戒生定，伊迄是遐心啦吼，啊，甲有定生慧嘛。安尼嘛，所以这个就是戒未使邪，定一定爱固将，因为这个定吼，就是机关的气，车磨它，按各间讲的车磨它，吼、哦，啊那只是非就是有关的这个三摩八提促成的，这个所以讲，你若无非，第一你本身未解脱，你若无非。你不但未当主导，你无可能导他。这是事实的代志啊，所以这个破戒是重点。但是破戒重点是因为你的心如定，智慧如强。啊，你若是有戒修戒，定就如强安尼。所以我跟你讲，第一步，咱对戒行绝对袂使马虎进。我无要骗你。好、哦，你绝对袂使杀盗淫，袂使恶搞奇奇妄言两善。内心绝对袂使有贪嗔痴，你内心若有贪嗔痴，我甲你讲，你本身吼绝对无啥物德行通好讲。你含人讲你有德行嘛？无德行。内心若是有贪嗔痴，熬计较世间的一切事相，你一点仔戒，你一点仔德都无。你事实咧，世间就是安尼尔嘛。你若为着迄个名啦，为着官利啦，为着金钱，我甲你讲，你着家己想讲，你敢有啥物品德？一点都没有，哈、哦！有这个人以无求，必聘主歌嘛，哈、哦！这个大家捌听到啊，因为贪来对乐是大多数啊，因为钱为心来造成杀业种种的这个问题嘛，多数。所以我咧讲，先降服你的三毒，我无骗你哈，哈、哦！啊，散漫嘛是主要的对乐的主体呢。听无，我都捌讲过一个故事，互恁听过啊。一对翁仔某，啊太太笨蛋，啊唔款啊唔细，啊唔只辛苦着因翁甲细，啊内底啊唔细啊唔住安尼，啊因翁着做奴才咧。哦，啊若讲是囡仔大汉啊，着去靠爸母，我甲你讲，你也含迄个负责人差无偌济。啊，我甲你讲哦，迄个太太。有一人因，有一工，有一边因，人讲伊要出去，爱出去七天，啊讲嗨啊，我若出去，阮翁，阮某阮饿死的，啊，着想办法寄真一片大地饼在大地安尼，啊，甲用绳啊，卷一工，甲挂住食，讲这个饼都互你食七天，我等下去煮互你食，安尼，啊，这一日七天等下枵死啊啦，一日甲看这大饼都安尼，这个行政家都加一堆安尼，连客家家都唔食。你个想法，哈、哦！啊，笨蛋饿死的应该啊，对不对呢？你笨蛋必定贫苦报嘛，哈、哦！
啊，你讲合法的人，你三大阿正结，你如何呢？哦，你都爱进来，这是讲勤修心呢。啊，当然是戒定慧爱主体呢。哦，啊，我冇甲恁讲，恁若唔布施啦，唔修戒啦，吼，第一，你这个内心未完整。啊，你若无要布施，到时间到，我甲你讲，人别人是足济人去甲扶持，你阵乎你已经现出有菩萨道堂出来。什么人要去甲你扶持？我才问你，我你讲连只好心梦啊都没有，吼、哦！啊，你的发挥要做是什么人要甲你处理？吼、哦！啊，你该人开钱的开销是什么人要提出来甲你发心和你开销？听无？硬硬呢，袂使呢？你得知影，因为你今仔会爱结众缘，啊，众缘开来甲你扶持嘛。说不是安尼，我为人，人人为我，这是必然的代志啊。所以菩萨都得安尼行出来，所以戒定慧一定爱固着。啊，戒内底是包括布施、持戒、忍辱迄只物件，伊有戒就用布施嘛，有戒就用修忍辱，有戒的人就用精进，有戒的人绝对成就定，有戒的人绝对会当成就智慧，安尼戒定慧，这是连贯的呢，吼、哦，爱注意啊。所以内底吼，甲讲，这个菩萨咯，一定爱初三啦吼，戒定慧初三，就是菩萨所谓应该勤用修习，何以圆满安尼？啊，你该认做，你去做，你就得实得啦。吼、哦，你虽然是为众生做，但是到尾终究究竟是你实证嘛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些讲安尼，安怎样吼？那么断第二吼，这个断第二个。哦，二个处地讲的，就是九个十。这段内底吼，第九头前的十八下，就是无住涅槃睡眠比歌断体安尼。吼、哦，十八下。那么第十就讲三种佛心睡眠比歌地体。吼、哦，对这两句啦吼，所以这内底讲二个处地睡的是九个十，因为。好、哦，因中勤用修习，在因地中啦哈，菩萨因地中会当勤用修习的菩提心，哈、哦，到达个彼岸及三正常学的头前迄段，迄段迄个过六七八，啊，加这个过比，加这个过第五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，哈、哦，啊，加第八，这个是讲安尼哈。安尼来呢，修甲究竟圆满，就是佛尊的高地，吼、哦，应断一切诸障，应断一切诸障，这个诸障就讲烦恼障啊，所地到所地障哈。这个吼、哦，应断诸障哦，因为众生有烦恼障，所以烦有贪嗔痴，哦。啊，众生就是有所地种，较有各种的见。不过呢，到究竟吼，今仔日若种罗汉多，就无贪嗔痴啊。啊，不过呢，还佫有习，吼、哦，还佫罗汉多，还佫有所地种。但是这个烦恼种佮要所地种，爱断佮了，就是爱达到佛的究竟地，有无？尘沙穴、无明穴，啊，佮这个所地种的这个烦恼穴，这两项，迄爱达到究竟地较会当哦。你来注意一点哈，这是叫睡眠安尼，哦，但是这个安尼才会当达到无住涅槃。这个无住涅槃吼，有那叫做已经大乘涅槃了，唔过你无住涅槃，无住涅槃就讲，搁再发一切大愿，广度众生，继续度众生，这个叫做不住涅槃。已经成就了大乘涅槃，诶，究竟涅槃啊！唔过你本身无住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三种佛心就现起来。三种佛心现就是法心现清净光明，啊，搁再有一种叫做法性所留心的报心，吼、哦，啊，加这个啥应化心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是说明安，所以安尼才会当达到正的无上正定的菩提的地果啊。吼、哦，这顺序就讲出来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最究竟圆满的果位。所以叫做较最后讲的，吼、哦。但是以上所讲的这十种的思想哦，吼、
看起来虽然真简单哦，但是一切大乘皆得究竟，因为大乘法较会当互咱达到究竟成就无上正等觉安尼，翻过来，哦，安尼它是列真无疑，就是这十条的内容，拢总收了。要成就是菩萨因地要达到成佛，而这个过程拢收了记载，不过人后壁会阁解出来哈，哦，因为。将初发心到达到究竟佛果所需要的，哈、哦，第七十大义中已经通过无疑了。安尼可见吼、哦，学佛的人无论对一个，一定爱研究一本《涅槃经论》哦，哈，啊了解无？一定爱研究《涅槃经论》哦，哈。但是即马啦，哈、哦，以往从事别有经论，哈、哦。讲的当然，还有一寡，比如讲，伫即个别种的经、别种的论，有哪有讲到一寡别项？不过迄别项哦，迄别项哈，拢总是不过是伫即十条主体、主干的主体内底基而分出来。啊，咱嘛最少，咱嘛知影呢，学法一定要六波罗蜜，啊，三不六行嘛哈，啊，搁再离不开戒的加。戒定断定啊，甲地定嘛，啊，所以些物件拢通入进来得练，吼、哦。或者这十种的义，就是成就佛道的主流，吼、哦。叫咱安怎修，六波罗蜜安怎修，戒定慧安怎修，吼、哦。这个重要，啊，甲附带方便，啊，甲其他这条件拢伫进来得练。所以注意着，所以一切大乘的佛团哦，拢包括伫进来得练。我希望明日啊。这本《涅槃经论》放出来，在这个佛教界内的人，有真正要研究的人，拢听得到。吼、哦，希望安尼就对了吼。因为这真重点，所以呢，也就是不增不减，精进讲这十条，安尼较名叫做《涅槃经论》安尼。吼、哦，这十条啦吼，较个通名为《涅槃经论》《涅槃经义》哦。吼，安尼知影吼。啊、所以現在这段广告之应该就可以再说过了，第二种再继续说，以前里面再说的有哪说到这个十句，再一条一条解释，弥勒尊佛